据说台北每天都在下雨，我这个太阳上去拯救台北的天气了。哎，自从 COVID-19 之后，真的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走出来外面了。今天是我要去台北的日子，要去内湖接 Kiki 下班。而这一次也很久没有回去淡江了。去年的这个时候呢，都是居家，所以这一次要上淡江去看看毕业典礼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没有参加过。OK， 出吧。太久没有来了，完全忘记这里是哪里。现在刚好是上下课时间，去租车了，拜拜，租车喽，我要出发喽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内湖 Kiki 上班的地方，路上呢会经过以前我们最常去喝的来来豆浆，因为它的豆浆口味非常的特殊，有一个烧焦味，非常的好喝。因为时间还有15分钟，它才会下班，那我就慢慢过去就好了，先去买一杯豆浆，太怀念了。我们现在这里，目前时间是5:25，再5分钟 Kiki 就要下班了。等他的过程中，我有来来豆浆可以喝。Kiki 已经下班了 ，Kiki 下班了，但是他现在在找我，他在那里找我。现在我要去突击他。东张西望，他一定要打给我。被他发现，被他发现了！你谁？妈妈躲起来。你有看到我在找你吗？有啊，在那里啊。嗨，我准备要出发了，去我昨天说的毕业典礼，前往淡江。你昨天说的？我昨天有说啊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要去参加毕业典礼。大家是谁？就是我的同事们。我现在出发，去搭公车，坐大众交通捷运。气象本来说下雨会下到礼拜一，就变大太阳。我的功劳，我昨天有跟大家说，我来拯救台北的天气。OK, go! 我要现在前往下一站。下一站哪里？下一站捷运站。听说淡江非常的清凉，没有半个人。清凉。然后只有一个人在卖花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毕业典礼啊？真的路上都没人。现在大家都自主防疫啊，台湾人赞赞赞，出发！巴拉巴拉巴。真的是在发的吗？真的在发吗？不是发，都是别人的吧？我发。最后的淡江巡礼了，之后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参加到了毕业典礼。跟去年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，但还是没有什么欢乐的感觉，因为毕竟人很少。哎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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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新年快乐！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回来丹江。这次回来你有什么感觉？真的没感觉，后面一年根本就都没有在学校。而且我是从大二，我看你从大一到大四。真的？从那时候在摆摊的时候，你来询问，到现在毕业，大学生活满满的你。我刚刚在看你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你有哭哦？没有，我没有哭，可是我觉得很有感觉，因为你们老师在讲的每一件事情，我感觉我都有参与到。你说像想象计划、地砖啊，我们直接买淡水的伴手礼给松妈妈。淡水买什么？鱼丸、铁蛋、鱼酥。鱼酥，老板会喜欢欸。鱼酥在老街那里。走了。走了，上课了。我要去商馆了。拜拜。我以前是水源街，铁皮都会带我经过的地方。安全吗？呼呼，我以前最爱的窟窿。前面是胖达，我们爱吃的宵夜。胖达老师，好久不见。他去搭捷运了。要前往宜兰，我们到头城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吃饭。我们刚刚已经去买布丁鸡排，据说是非常有名，非常好吃。现在刚刚路人给我们推荐的味家，据说是在吃炒饭跟炒面。嗯，不是我说的。二一茶房，我们到了，到了民宿了。我现在有点太胖了。这是今天的床，四人房，四人房，四人房。是我们的晚餐，味家炒饭，二一茶房，波霸奶茶，姜母茶，盐酥鸡布丁鸡排，赞啦！开动，亮亮。都很凶哦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我这个闹。请下来，让我这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我们从民宿出来，我们昨天住的民宿叫做松猫们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超多猫会跑来你的头上面跑来跑去。只有一只会跑头上。你前两次是在打工换宿，这次来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想他们才来的呀。我们两个现在都是上班族了，你昨天也毕业了，啊，你觉得心态上是有什么改变吗？嗯，就之前真的出来就是纯玩，但是现在真的就不想回去，因为回去就知道要开始上班。之前回去是下一次要去哪，然后继续规划下一个行程。天哪，我们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海边。好多冲浪的地方，可是我们没有要冲浪，我们是要去踏浪。踏浪。哎呀，干嘛？走。嘿，踏浪去。走，超冰的。它浪怎么一下那么高啊？超多人在冲浪哎。乌石港海滩。龟山岛在我后面，浪也在我后面。好，我整个小腿都是沙了。我也是啊。
清清水豚体验。这也是金车的兰花园，有来玩过吗？好玩吗？好啊，希望等一下是包场。我也希望是包场，因为我没有玩过、哦。你看，等一下可以喂草、摸摸，还可以刷背，刷背。这一只的话是泡芙。泡芙。那这一只是马吉。马吉。泡芙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哦吼！我们在同房。哈哈！안녕하세요。곰방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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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안녕하세요。안녕하세요，我就不会了。等在首尔的红房韩式烤肉，等一下就要来吃烧肉喽。再来没有？再来没有？看看 Kiki 在做什么。这边服务，哇，好大哦！石锅拌饭，太快了，这三天的行程那么快就结束了。心情不一样了。不过还好你还是我家。今天要出差，明天再一起去上班。上车喽，拜拜。我们做的是偏乡教育，我们要针对一个学校写一个计划。我们是所有全国去参加这个比赛去投这个稿件，唯一一个团队亲自的去到那些学校，问他们老师说，你们觉得你们的孩子需要什么？嘿，宝贝。恭喜你毕业了，在这里祝福你毕业快乐。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觉，当学生的日子好快乐好自在。这次的旅游行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回味之旅，尽管时间再怎么的紧凑，还是要跑完行程再前往下一站，不留遗憾。走到了淡水，看了熟悉的人事物，心里总是酸酸的，不知道何时才又能回到我们相遇的起点。也因为你毕业了，我们更懂得珍惜相处的时刻，以往的争吵都不在这次的旅行中出现。这次的毕业巡礼总觉得好不真实，也是我们身份转变后的第一次出游，过程中少了还是学生的无忧无虑，反而是多了探讨心境的时刻。你从女孩转变成大人的样子，做了好多以往一个人你不敢做的事情，打工换宿得到老板娘的信任，与打工换宿的伙伴及客人聊天，也尝试一个人的旅行与生活。多亏了这次经验，才有了这次头城之旅，也让你第一次体验在地向导带我出游。知道你好爱小动物，看到你与猫咪的互动真的好可爱，谢谢你愿意与害怕猫的我分享，让我见识到猫咪的亲人与可爱。旅行一直是我们见证爱情的记忆点，与你走过好多地方，哪里都是我们的回忆。离别的时刻都让我们大哭一场。一南一北的我们，少了学生时代的黏腻，彼此间多了一份成熟。你总说我们是大家的模范情侣，与你在一起的旅行，不管到哪里都很好玩。 Kiki 毕业快乐。